舒医生，我跟你说，这次在我咱们医院寄养的那个加菲春春，今天被他的主人接走了。他不是那个主人离开他比较久嘛，所以春春见到他的时候有点陌生。但是没一会儿，他们就又亲近了。动物就像小朋友，还是会跟照顾他最久的人亲近。还有，离咱们医院很近的那条街新开了一家牛肉果条店。等我回去一起去吃。对了，院长今天问我这个月团建去干什么。想去哪玩？要不我们去密室逃脱？密室可以啊，很期待。我今天又在用你给我送的电动牙刷，想你了。早啊，朱医生，我已经在医院上班了，我今天上早班。我也想你。今天和导师们出门逛了逛，涮肉好吃，不过牛肉果条在北京还真是没见着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去了北方之后肯定会想念果条的，我明天就去你家附近那家店点上两碗，帮你吃一碗。朱医生，我今天去给苔藓浇水了，我感觉小男孩一个人在那好孤单啊，就在他旁边看了会儿书，想多陪陪他。你怎么买了这个呀？你之前不是说苔藓男孩看起来很孤单吗？现在有这个小女孩陪他，他就再也不会孤单了呀。咋啦？朱医生，你现在不忙啊？对啊，我刚到房间，你看。那我给你直播一个吧。在的时候他就卖我啊，我不在了还让我当炮灰，服了。其实 Alex 说的没错，很多创业公司都是这样被收购的商业逻辑，只不过是我们志不在此。不是，小果，这事儿其实跟你没有多大关系，真的。那投资市场又不止南哥一家公司，对吧？对啊，我们再努努力，那总会被有眼光的公司给看中的。嗯，你别太有压力，真的。可是我之前给了大家那么多承诺和希望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小星他们交代。他们没事的。那要不这样，那个这么大的事儿，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吧。咋了，崔总？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近期工作的一些进展。就是咱们吐槽墙的投融业务呢，可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。月聘大家知道吧？知道。蓝河同意投我们，不过前提是我们要并到月聘旗下。啥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，蓝河参投了月聘，而月聘刚好需要吐槽墙这样的流量池。就如果我们同意被收购的话，那咱们吐槽墙就能快速的发展，钱立马就能到位。哎，那是不是咱们就能搬地方了？有那种超大的办公室，冬暖夏凉还不停电。那当然了，小新啊，你没准还能有一个设计师的独立办公室。我也想要。大哥你别笑，等到如果钱到位了，你那个手办想买多少买多少。我坦白，我心动了。别说你们了，老王也一样，他如果作为创始人呢，如果同意被收购的话，他可就实现财务自由了。你求婚的时候那可能买最大的钻戒了。那当然了，我也一样，我呢没准就能买上我心仪的房车，开着它到处溜达。哎，是啊。这么说起来，我们的吐槽墙就成了呀！对吧？可以这么说。不过有一件事要注意啊，就如果同意被收购的话，以后吐槽墙的话语权就不在咱们自己手里了。嗯，没错。吐槽墙以后可能都不叫吐槽墙了。月聘那边起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叫“月一站”。那是不是就证明我们只能为月聘服务了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吐槽墙不能再为普通的职场人发声了，而是要成为大企业的代言人。那这跟咱们之前努力的一切都毫无关系了。那个，要不算了吧，屈服于自己讨厌的东西也太逊了。买手办哪有做现实中的英雄强嘛？而且跟大公司合并，那肯定一堆麻烦账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不觉得“月一站”这个名字土吗？这要是真被收购了，这 logo 和界面要重新根据名字重做。我可不干，我也不干啊！你们都想好了？那咱们不同意收购了。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。我跟你说啊，丽丽是最讨厌大钻戒这种没有创意的东西了。看到了吗，小郭？是我们拒绝了你们，不是你们拒绝了我们，所以你不用愧疚了。我还有个问题啊。投资黄了，咱们的版本庆功宴还开吗？哎，不是小新，你怎么回事？脑子里尽是吃的东西。这点爱好，开！
虽然咱们这个投资不成啊，那咱们也没白忙活。那新增长的用户，那可是实打实存在的呀。对啊，那个生日特别报告这个功能一经推出，在后台是一片好评，好多人说被温暖到了。还有，咱们那个互助板块啊，成立以后，已经成功的帮三个用户实现维权了。就是，我还在线下吃喝玩乐群里边跟个女孩看对眼呢。哎，所以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正在改变着什么。为了庆祝，吐槽墙全体成功抵御了一次现实捷径的诱惑，今天我请客。哇，谢谢老板。这是什么呀？听说啊，怎么样，我们这帮人啊，疯不疯？想什么呢？还遗憾着呢？没有啊，我就是在想大家怎么都这么厉害，明明兜里有两块钢镚儿，马上就能换成大把钞票了，结果他们宁可拿着这两块钢镚去玩打水漂。嗯，你不是也这样吗？如果你说服了我们同意被收购，你就能拿到奖金，然后呢，你就能拿着奖金去买 Dream House， 还能把娟儿姐接回来，那梦想不就完成之一了吗？